雕虫小技。本督不要你死无全尸。莫追，督主为何放虎归山？哼，他真像一头猛虎啊！没想到霸刀如此厉害，难道他就是霸刀？江湖上霸刀已经消失，全是因为他。那他是谁？铁胆神侯座下大内密探弟子第一号归海一刀。其刀法不但尽得霸刀真传，且青出一蓝，亦在霸刀之上了。没想到朱铁胆还有如此厉害的手下，前任大当头皮啸天便是死在他与段天涯的手上。本督主对此人不甚了解，不宜应聘。